在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里面最重要的，你要用你的情感去打动他。但是他不是那么轻易会被你打动的。王家卫导演跟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高手过招的关系，所以跟他的合作是一种挖掘人物灵魂的一个过程。今次都唔知點解咧，行我一條，真係好唔同喎。OK， 得，即係話我好少可嘅，通常喺度搞好耐嘅嘛。即係變咗開始嘅時候，佢俾咗好多信心我，咁變咗越做越有信心。他當時說要拍《一代宗師》嘅時候，其實我是有非常多想象，因為我覺得他的武俠世界是很不一樣的。王家卫导演他拜访了很多南方北方不同派系的师傅，然后他从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提取了很多的关于武术的概念。在这么多年下来，每一个门派从掌门开始到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传给谁传给谁，他都知道，就哇真的很不一样。咁應該係要咁噶啦，做導演唔使做啊，佢梗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噶。如果唔係點拍啊？咁佢不嬲都係好認真嘅人嚟。